在上班时间无聊上网，结果竟然目睹自己的家遭到窃贼入侵，正在大搬家呢。这名屋主立刻报警逮人，结果三名窃贼抓到了两个，他们直呼自己是被高科技给打败了。你一定没想过，家用电脑居然也可以帮你抓贼。桃园县有一名王姓男子，在上班的时候上网监看家中的影像，意外看到有三名小偷正在大搬家，他们忙着翻箱倒柜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影像已经透过网络被人家发现。屋主赶紧报警抓贼，警方顺利逮到小偷。视讯就开着嘛，有人打开门的话就启动了嘛。被害人靠着自己家装的视讯，那借由视讯系统连接到公司，那协助警方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案情。事实上，类似的装置在市面上相当多，透过家用电脑和网络就能把家中的影像传送到网络上面，可以24小时连线，就算人在国外也可以清楚看到家中的状况。